战斗的想说毁了，毁了，我看不懂这个。有问题啊！太厉害了！我觉得你直接请他当助理。我要跟他结婚了。你确定有男朋友吗？好，来，再来！哇，开始猛的答对喽！哎呦！也透过了这个节目呢，也很开心啊，促成一对佳偶。一个礼拜后就离婚，就说跟我想象有什么不一样？对，他只了解雅雅，不了解。对对对，3、2、1 ，change。下一位，难呢、欸，这很难呢、欸。没关系，丹尼尔可以理解的。好，不要偷看哦。好，雅雅加油。好问题，请笔，给下一个人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宜君，宜君，我靠宜君了。宜君是我的唐山造子哦，到底能不能救回我？救回你的，挽回一切呢？对，扳回。3、2、1。哦，好。其实你答对了。露露，我只能跟你说，你刚刚看到的第一眼说出来的东西是对的。我知道了啦，来，蛤蟆，答对了！耶，我们来看一下雅雅。这是真的很容易误会。我觉得这个他刚有画的一个，不是吧？这是马卡龙吧？眼睛，眼睛。蛤蟆有眼睛，蛤蟆有这里有那个口会，那个口，对对对。那你写什么？蛤蟆啊。厉害，蛤蟆是蛤蜊嘛？对对对对对。厉害，你们超屌的，超棒的。我只能说太棒。好，哇，可恶。对的，很了解。哎呦，来喽。3、2、1，写答案。雅雅，请看。好，雅雅，计时开始。最后5秒，4、3、2、1。好，宜君。我觉得最精彩就在雅雅跟宜君的部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前面都没有问题。3、2、1 ，Give me the answer。而且我觉得宜君更厉害的地方是，他除了了解雅雅在干嘛之外，他还画得出来。哎呦，哇，字那么大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幅度好大。对角线，你在画麻将？NASA， 宜君 ，NASA， 哈哈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猜是什么？辛普森，辛普森就变 NASA， 其实是辛普森家庭的爸爸。哦，河马。对，所以说很，其实你画的，所以说很难。很难的点就是说，通常大家就会看到，就会觉得辛普森嘛，对不对？但很难就是。其实辛普森就算对了。就是抓出这个角色的名字这样。哦。但到 NASA， 我觉得，我觉得就是可达鸭啦。这种还叫可达鸭啦？哎，怎么会变成 NASA？ 这也有想象。这也有想象。好。还有，我还有几题的机会，还有两题的机会，我这两题一定都要对，对，才过关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吗？对，还有力挽狂澜哦，力挽狂澜，来，太难了，这谁知道啊？这谁知道？要换一题吗？好，他挑战，挑战，叫他换一题，根本就是看不起他，挑战画展的人。Go， 妹妹，
只能五秒哦哈，快一点，太难了，太难，5、4、3、2，太难了啦，结，他们怎么？太难，等一下，这一题我等一下要提出一个那个。一个有要考你，败部复活。好，牙牙，好牙牙，20秒时间计时开始。这个我要提出败部复活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猜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一句一个答案。Mr. Bean， 豆豆先生， Bean, 豆豆先生，我看豆豆先生，豆豆先生，豆豆先生，哎，哎，那你有没有熊？哦，豆豆先生受伤。你是豆豆先生吗？很像啊！我告诉你，这里太独特了。是什么？答案是我外甥。太难了，谁知道啊？谁知道啊？谁知道啊？周婷有问题，周婷有问题，这个要卡死。这是你的节目吧？这个有问题，这有问题。我刚刚没有拒绝，但我承认，这没办法。好，对不对？这题送你，这题不算，算你答对，算我答对，送你水来，好吧？水可以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我要开始哦。好，那你要等一下还是要开始？不是，因为我要看懂题目。3、2、1，好。好，答题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猜。哎呦。3、2、1，好，你猜，5秒的时间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看，OK， 我过关了，过关了，没有5题，是吗？对，5题啊！哥，呀，我过关了，没有没有，你过关了，原因是因为你要感谢你的英俊。哎呦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哇，这也太扯了，我觉得太扯了。但是你真的很跨的，真的太扯了，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一到这边来之后。主角变成宜君跟雅雅，对对对，我们再玩一题好不好？这一题不算的，你这自己玩上瘾。不是不是，这一题不算的。好的，我们要调，我们调动，调换，调动。那就要调动。那如果你还答对的话，这一题另外，反正我们已经确定要给你买一个，那我们让雅雅坐这里。好，好，哇，然后你最后才好。好吧，我去那里，你跟你去那里，就这样 ，OK， 好不好？那如果答对的话，你答对的话，我你再答对的话，我们再买一只，有我个人，好好。那如果我答错，答错的话，我就送你，我就送，我就再送你一个那个什么，就你没有的那一只。哦，可是这是我个人的啊，不是吗？好啊好啊，反正就给你送粉丝啊。对啊。小团的主持人，好啊好啊好啊。哇，
塞，这个超难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不要坐这边，因为我们是画的啊，让他画。哦，好啊。因为这样子，就都是要凭真粉丝。好，我猜，这个是会外赛，我们已经帮那个粉丝争取到了，就是我们买一支要送，然后要签名哦。我们已经派出雅雅大魔王。对，雅雅大魔王。雅雅大魔王没有宜君的解析。对。三一。就像讲俄罗斯文没有翻译一样。哦，其实你画的蛮好的。好。啊，这是送分题吧？这题目。你不要紧张嘛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害怕。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。都是你自己。感觉。厌倦。好 ，OK， 开始开。三。你看你的。好，来了。等一下，你们笑成这样，我看错吗？没有啊。好，你看你的，从这边开回来。好，我们一起开好了。大象。一二。好，飞飞。大象。前面讲的大象跟犀牛差别在，就是有的地方要长，有的地方要短。哎，你看草泥马的脖子就要长一点，草泥马的脖子要长，对不对？草泥马脖子长的，不是，可是从草泥马变成就是像狮子王吧？这很像羊，它不像狮子，这是头脑星球吧？哎，好险，你前面原来他主动在那画。好了，我输了。就是呢，我好像跟那个鬼哥买一只那个公仔，对，只有你自己硬要加赛，所以你要再送我一只。没问题。好啦，那个这个展览呢，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到等一下就结束了。不要再来了，你这些东西都被我们都被薅走了。好啊，你们在哪里地址跟大家讲一下，可能东西都没了。康街啦，到有什么问题呢？详情可以上我的那个 IG 或者 FB， 就可以发现就是到底地址在哪里，因为我也没背起来。Oh, okay, 对对对对， okay, 希望大家能够来支持我的画展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一定要赶快来哦！谢谢伟哥，谢谢。